怎么，你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？秦王殿下多虑了，如今殿下刚刚封了秦王，想给殿下献殷勤的人多了去了。殿下又何必这么在意我？从前叫我皇孙，如今叫我殿下，你就不愿意再叫我十七郎了吗？ 哎呀，还是这里舒服呀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我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是有什么心愿的话，就折一个竹蜻蜓，等它落地的时候。 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我那个时候呢，特别想见到我阿娘，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墙上一只一只的往下放，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哄我的。这一个心愿。 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人们常说，傻事做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。可我还是做了很多竹蜻蜓，因为是你，为了你，再傻的事情。 就别再关着我，放我跟桃子回瀛州去。这我无法应允。那我跟殿下没什么好说的了。 还有仙清雅致在这里钓鱼啊？怎么，崔毅的大军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在路上，慢得很。十七郎。